龟呀、啊，他想把乌龟撸下来。我想再看一次，我要体会你玩玩的。好呀。我没有。好呀，我没有。我有好多哈气。我就想卖一下。吃足大只的巴西龟啊！一只大只的斑龟哪无啥像，你讲着什么龟，哪会看起来无啥像？这水是够垃圾的，因为本来是在饲在这大窟的内底，结果拢有人掠在这细只、细窟的所在。啊！我大家拢等一寡香啊、菜啊吃，啊水我拢无咧换，袂流通，所以即摆水拢变足垃圾的，足乌的。伊本来大是，本来遮个区是大咧即个所在。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大鱼池内底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大鱼池，即、這个鱼池足大个、哦，本来是大咧即内底。本来是这么大的所在，在市湖区，吼、哦。诶，但是听讲庙的人讲，这龟会食鱼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就啊，咱龟拢个掠掠起来，这个内底，吼、哦，这个细窟的内底饲。吼、哦，即摆拢变钱的这内底。我来钓乌龟起来了。啊，钱的这内底。哎、欸，唔知是咧放咧哦，伊自生自灭啊，是安怎？哦，哎呀，拢无换水，水即嘛是啊够垃圾。哦，啊，这奥利桑，奥利桑来，对来饲鸟啊啦，鸟当时会飞粉鸟来，或者像只五粉鸟，或者毛粉鸟，哦，米个只，再有几落只粉鸟，哦，只粉鸟因为啊就爱食，哦，爱看下就爱食。你把凤鸟鱼挂来，好，再慢点下，好，你把它挂来。好、哦，这，即摆饲久的即块的水实在是出垃圾的，哦，实在够垃圾，哦，好，再看卖啊，哦，即摆龟真正唔知，安尼唔知死鱼也袂，我嘛唔知，哦，一只是。伊才观察久啦，吼、哦，前几工也无看，今仔又走出来。啊，这只是上大只的，内底天霸王的，这只，哦，这只，这只唔知是毋是斑龟，嘿、欸，看会有型，但是看会壳佫甲别只斑龟佫无啥共，奇怪，怪怪。